教室，我能挽留一下。也许结局会有完全的变化，那时的我们太倔强太傻，才会留下遗憾被痛苦惩罚。再多的后悔又有什么办法，我还清楚记得说过的情话，真的想知道你现在好吗，你的身边是否有了一个他。如果当初我们再坚持一下，是不是约好的幸福已到达，牵着你的手走在夕阳下，亲手为你披上漂亮的婚纱。如果当初我们再坚持一下，是不是已成家生了一个娃，想你的年代如我的害怕，喊着爸爸妈妈把心又有什么办法。我还清楚记得说过的情话，真的想知道你现在好吗，你的身边是否有了一个他。走在夕阳下，亲手为你披上漂亮的婚纱。如果当初我们再坚持一下，是不是已成家生了一个娃，想你的年代如我的害怕，喊着爸爸妈妈把心都融化。如果当初我们再坚持一下，是不是约好的幸福已到达，牵着你的手走在夕阳下，亲手为你披上漂亮的婚纱。如果当初我